你好，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梁老师。好，今天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啦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中文，我们先来唱歌吧。那好，我们学习了打招呼，你好。那如果我们见到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该如何打招呼呢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，这是谁？很棒，你们都记得，他是爸爸。我们见到爸爸，我们可以说你好，爸爸。好，我们见到妈妈，我们可以说你好，妈妈。你好，妈妈。如果你见到哥哥呢？对啦，你可以说你好，哥哥。你好，哥哥。那如果要是见到姐姐呢？该怎么说？对啦。你好，姐姐。你好，姐姐。那如果是要接到弟弟了呢？对的，我们可以说你好，弟弟。你好，弟弟。见到妹妹，我们该怎么说？你好，妹妹。你好，妹妹。很棒。那如果小朋友见到梁老师，小朋友该怎么说呢？对啦，小朋友应该说你好，老师。好，小朋友说得非常棒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数数数字吧。好，小朋友，这是几？一。这是几？二，这是几？三，好，那最后这个数字，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？这是几？对啦，四，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，老师手里面有几个杯子吧。一、一共有四个杯子。小朋友，你数对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的数字是四，四，很棒，小朋友。好，我们明天再见啦，再见。